怎么了？人家青梅竹马的感情好，不行吗？感情好，他把公寓让他住，还三天两头就来接他下班，这种关系只是感情好。哼，得了吧。哎，他大陶雨飞五六岁，成天绕在人家身边转，我看八成啊是想要包养他，要不啊就是搞姐弟恋啥。哎呀，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啊？什么包养？大哥在没出事之前那家里环境好着呢，还借给咱们一大笔钱才盖了今天这栋诊所，那你都忘了？再说这雨飞从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要不是钟玉陪着他呀，他怎么能熬过呀？还有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就算是姐弟恋那又怎么样？钟玉姐，不要再叫我姐了，拜托，都被人家误会了。误会？谁误会啊？你是说李晨一吗？嗯哼，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不适合你，而且你自己不是本来也很讨厌这种小女生吗？怎么了？动摇了？我不想再聊这些无聊的事情，我最在乎的是什么，你应该知道。我当然希望你可以朝着你自己的目标前进，这些不过都是一些路上的绊脚石。我自己的事我自有分寸。好，随便你。专心固定。阿姨，哎，可生。这是我妈妈从北海道带回来的点心，特地让我拿给你的。哎呦，还是我们可山最贴心了，哪像我们家可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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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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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山来了去陪人家。嗯哼，走。谢谢你啊。不用客气，阿姨。可山，真是我的及时雨，可不是。等一下。随时汇报新动向，加我。可山，这件怎么样？不错啊。嗯。明天早上8点，万华店门口见。这件呢？在这儿，我跟你们一起进行寻找心跳之旅。你这个内奸叛徒！李晨一，唱大戏啊，妆化那么浓，不好看啊？好看，特别好看。好看。那你要是觉得不好看，我去洗一下。哎，没时间了，我们走。不行，我一定要去洗一下。说坐云霄飞车可以促使人的身体释放出一种叫做苯基乙胺的物质，这是一种兴奋剂，可以让人的呼吸和心跳加速。真的要做这个啊？害怕了？这么低，谁怕？走。怎么样？走，可以吗？可以。
本机已暗，还会使人手心出汗，面色发红，让人产生极度的兴奋和欣喜的感觉。而因为它的作用，对异性产生好感的概率也将大大的增加。石阿公怎么样？学长，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了。早上吃太多了，吐出来好太多了。下一站咱们去哪儿？在这茫茫人海中，有一个男孩默默爱着你那么那么久。哎，快走啊！漂亮又温柔，迷人的眼眸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吃饭的时候想你吃过没有？睡觉的时候想你睡了没有？月亮在天上挂着我的等候，满天的星星说他们都。戴着鬼脸面具突然冲上去，惊吓可能会使人心跳加速，顺便能让你摘下面具的时候显得格外的好看。不用担心，他只是晕了，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谢谢你。谢谢。佳武，佳武，醒醒啊，佳武，佳武，佳武。胆子那么小，身体不好就别硬撑嘛。他身体没问题，球队体检刚过，可能最近练球太累了吧。这样吧，不如你们去继续后面的实验，我留在这里陪着他，好吧。第四项是什么？跟我来吧。学长，你说我到底有没有画画天分啊？你不是没有天分，只是努力还不够。嘘，到底会不会安慰人啊？不过从之前的素描课就可以看得出来，哎呀，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啊，永远比不上你这种专业科班的。艺术这条路很宽很广，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你喜欢并且适合的那条路。嗯，那我以后要当绘本家，就像瑞贝卡一样追上你。好，拭目以待。学长，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说以后我没有做成画家，而你呢却成为了名扬国际的大画家，那你还会不会认我这个学妹啊？不会。哦，这么势利啊你。我不认你，你自己不会来找我吗？哼，你说的哦。就算当不了画家，你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做其他事情。做什么呢？像是艺术经济或者策展人之类的工作。推荐我最会推荐了，那我呢到时候就把学长的作品推向给全世界，哼哼，到时候就可以免费环游世界了。哦耶。好。学长，你过来坐我这边看看风景吗？我这边看得到。我这边不一样，真的。这边是不是很高很漂亮？有没有心跳的感觉？我不怕高。传说
在摩天轮最顶端亲吻的话，两个人就可以永远在一起。怎么样，有心跳的感觉吗？学长，他不会发现我的阴谋了吧？我完全没有感觉吗？醒了，陈英呢？他们去进行后面的实验了，刚刚传消息来说，先回去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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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一定会看不起我的，怎么办呢？不会的。我的眼睛，你告诉我，我今天是不是特别怂？很真实，很可爱。哎，那就是怂了。我跟你说，你应该庆幸他们刚刚先离开了，因为你睡着的时候流口水了。怎么办？丢人丢到家了，丢到家了！点这么多，吃不下，学长。不是的，是阿姨请你们吃的。淘淘啊，第一次带朋友来，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这排场啊还是要讲的。淘淘，学长，你的小名叫淘淘。哎，徐妈，这位是我的学妹李晨英。啊，干嘛那么牵外啊，淘淘学长。李同学，以后叫我学长就可以了，前面那个叠字 就不需要了。什么叠字啊？淘淘吗？是。淘淘啊，从小在我这店里搭伙，到我这儿来吃饭就和进自己家厨房一样。你们俩呀，慢慢吃，不够再跟我说啊。嗯，谢谢徐妈。谢徐妈。干嘛看我？不准说叠字哦。嗯，我是你第一个带到这里来吃饭的人啊，淘淘学长。是的，为了感谢你，让我找到心跳。我觉得你跟这个徐妈比跟婶婶还要亲哎。你爸爸的事情我已经听叔叔。快吃，面条会脱掉。家务，我往那边走了，明天见。哎，明天他们一定会笑死我的，怎么办啊？不会啦，你不要想多了，赶紧回家吧。可是，这件事情呢，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要笑嘛，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放心吧。当你开口选择放弃。
怎么了？忍住那伤心，一定一定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三分钟的旋律唱不出我和你之间的爱情，你从来不知道我追求的渺小的只因为你，因为我爱你。学长，就送到这里吧。明天见。明天见。晚安。晚安。你先走吧。那。我们一起走。好。一、二、三。很对不起，在我的岁月里，从没忘记那圣洁前夕的美妙回忆，每刻场景，而我。一直牵挂的依然是你，很对不起，直到不再年轻，到了这里还来不来得及亲眼见你，亲口告诉你。传统的画家，他的画都是为了爱而画的。就像他最有名的那一幅《生日快乐》，当时啊，小小的画室已经承载不了他对妻子的爱了，所以呢，他在画那幅画的时候，整个人都飞起来了。之前被黑面桃给逼疯了，现在整个人解放了。绳子都断多久了？我看他八成是谈恋爱了。啊？走吧。哎，学姐，别选这张，这张真的很丑。
可是这是老常说他八年以来拍的最好的一张，叫我一定要放这张。八年，他念了八年啊？嗯，这个是常有的事啊。哎呀，学校资源那么多，能赖就赖啊。哎，这张好，这张。哎，你该不会是故意选一张黑面条的正面吧？你们俩是在谈恋爱哦？算恋爱吗？学长都没有亲口说出来啊。可不算的话，他都亲吻了呀。没有了，学姐，我就是想帮你选一张更好看的。嗯，反正我只是随口问一问呢，想也知道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哎，你知道吗，我们美术系呢有一个要画笔的传统。嗯，什么意思啊？就是跟毕业的学长学姐要画笔啊，这是美术系的大事啊。反正呢，就是第一届学长他觉得这个艺术的精神呢必须要一届一届的传承下去，所以呢在毕业之前呢就把自己的画笔送给了学弟妹。当然了，如果比较帅的或者是比较有才华的学长呢，他的画笔就会有一堆的学妹排队抢着要。你知道吗，那个自以为情圣的常壮山，他就准备了一大堆的画笔要送。而且这几年啊，这个传统越来越歪风，现在已经演变成了爱情大告白。爱情大告白？嗯，就是说如果学弟妹呢跟你要画笔，就代表他爱恋你很久了，如果学长呢要把画笔送出去，就表示他也喜欢你。嗯，学长好，我是你二年级的直属学妹，我叫王心怡。心怡非常敬仰学长的创作，尤其是处理人物时的神韵，不知道心怡可不可以跟学长要一支画笔。学长，心怡真的非常喜欢学长的作品，所以你为什么一直在用第三人称讲自己啊？这种流行吗？啊，心怡不懂学长的意思。王同学，很抱歉，雨飞正在创作，雨飞对美术系这种无聊的传统完全没有兴趣，所以如果你需要画笔的话，美术用品社有很多选择，款式齐全。嗯，我可以问是因为李晨英的关系吗？最近常看到他和学长走得很近，是不是因为他？我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有时间站在这里要画笔，倒不如多花一点时间去练技法。愣着干嘛？还不快走！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给你送晚餐，要不要一起吃？你干嘛特地去徐妈那边买面啊？顺路啊，就去买了。顺路？嗯，他的店离学校很远啊。还好吧，我就是多转了几张而已啊。我是觉得你吃的比较习惯嘛。对了，你参加比赛的话想好画什么了吗？还没有。嗯，要不然就像上一次在你们家那样，我们用手沾着颜料乱画好了。我希望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不想重复。嗯，学长，我看你有好多画笔哦。
我想说你的画笔比较好用吗？有没有多余不用的可以送给我啊？没有，我刚刚什么都没有听到啊，我只是觉得你的画笔比较好用嘛，所以是不是不可以？为什么你要送给别人啊？你知道送画笔的由来吗？当然知道啊，就是要把创作精神传递给学弟学妹们。所以我不会把画笔送给对艺术漫不经心的人。我哪有漫不经心啊，我每一堂课都上得非常认真好吗？从来都没旷课，除了昨天。好，除非我看到你画画上有进步，不然。没有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有多厉害的。说话算话，如果我有进步的话，你就要把画笔送给我，不许送给其他的学弟学妹们，知道了吗？好。你要去哪里？回家练习啊。你不要画太晚，早点回去哦。我的估计时间早就完成了，你现在才送出去啊？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某一种程度上，你找到心跳了。怎么样，你喜欢吗？怎么，你看起来很焦虑？我不太确定这样的创作结果是不是好的。你想太多了，很快就会有答案。剩下三幅了，16号的复合梅彩童年，178号油彩估计时间，223号的油彩瞬间。各位手上的都是红点，喜欢哪一幅呢？就在名牌上贴上红点，选出前三名。我先来好了，我选这幅。我选的这幅呢，构图平整，更重要的是符合主办单位将环保题材融入作品当中，对提升企业形象很有帮助的。哎，莫瑞森，你是集团的人呐。我身为一个艺术家，啊，那我期许国内的艺术人才能够有更广阔的格局。啊，虽然这幅瞬间它是描绘人物，但是它有强烈的情感。虽然这个笔触上是有点混乱，啊，然后还带一点神经质的，失控，啊，
可是不失为上乘之作呀。事实上我也这么觉得，你也可以说他过于自溺，但是这种生命力表现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惊人的。欧阳老师，您觉得呢？哼，都好，也都不好。大师，您这话的意思是？这幅估计时间虽然构图平稳，但是创意和技法仍显不足。至于那幅瞬间嘛，哎呀，可惜了，一看就像个小伙子刚谈恋爱，充满了不确定性。太想抓住瞬间，又不擅长表达，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大师，说来说去，那您的决定是？艺术的好坏是很主观的，但是比赛是客观的，谁的瑕疵少，这就是获胜者。那幅瞬间虽然有让人惊喜之处，但相对的估计时间还是比较稳健。我用稳健来形容一幅画，也不是什么赞美。啊，陈老师，现在是两票对两票，就差您手中关键的一票了啊！我这么努力，一定会把宇飞学长吓一跳。然后心甘情愿地把画笔给我，我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哎，学长，今天不用上课吗？董艳美今天请假，你不知道吗？啊？今天是宝泰艺术奖颁奖记者会，她是评审，当然要去现场啊。是今天颁奖吗？对啊。怎么了？舒慧今天去当宝泰艺术奖的现场职工，她传给我的信息。首奖姚一鸣，黑面桃第二。啊？怎么回事啊？缺口我真的教授不用自责，你并没有跟我承诺过什么，我愿赌服输。不接电话啊！我动用了我爸的关系查了，这件事情确实有点问题。姚一鸣很有可能贿赂了其中一个评委，不过有一些评委是不可左右的，除非势均力敌，他们才有可能被动摇。我看姚一鸣应该水准也不差。我知道，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每个艺术家想要在艺术界占有一席之地，都必须靠着自我修炼，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境界。你的才华呢，不是天才就是疯子，差别在于你要怎么控制你自己的情感。我想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
生活，不愿意看它一点点的凋落。为了避免结束，以避免一切的开始。面桃肯定不在家，这不就输个比赛吗？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啊？又不会自杀，真是的。你别听他乱说，学长肯定没事的。自杀？学长！哎，学长！我帮你砸，我帮你砸，别敲了。哎，你干什么？钟玉姐，学长他怎么样了？哎，让黑面桃出来，一个大男人当什么缩头乌龟？你们的学长不在，要进来吗？刚才那个女的是谁啊？身材那么好，眼神那么有杀伤力，她跟黑面桃什么关系啊？邱家武，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花痴！哎，可是啊，你现在胆儿很肥啊！邱家武，不准欺负我们可山。可山，他是不是欺负你？没有，他要是欺负你，告诉我。老板，再给我来一份。陈烨，你没事吧？你可别为了黑面桃把自己身体气坏了。你放心吧，陈烨吃得下饭就代表心情不错。那黑面桃就这样板着个脸对你，你都不生气？只要学长他好好的，就是天大的好事了，我才不会生气呢。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啊。是啊，我是很奇怪，可是呢，也没有进了鬼屋就被吓晕的人奇怪啊。哎，别以为躲了我几天我就能把这件事情给忘记。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呢，我会记一辈子的。你要是敢欺负我们家可山，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全世界。不欺负，不欺负。听见没？关机了。啊，糟了，这么晚了，手机还没电，我妈一定骂死我了。那怎么办啊？我先走了。啊！帮我把可山送回家啊。啊，可是你才刚点了餐啊。对啊。有大胃王。拜拜。拜拜。你自己说说，现在几点了？几点了？是不是很晚了？为什么他手机你都不接呀？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想你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是不是遇到什么坏人，遇到什么色狼了？啊！想想都觉得好害怕。好了，我好累啊，我明天还要上课。好了，我去睡觉啊，乖乖啊。我也很累，我也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自己睡不好觉。可是我也很担心你啊。乖乖乖乖，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了。学长，这件事情确实有点问题，姚一鸣很有可能贿赂了其中一个评委。姚一鸣，学长加油，我们支持你，你是最棒的。啊，黑面桃，干嘛？你放心，我们都听你，这次一定要他们还你一个公道。干嘛？
气还是会悄然难过。听说曾经你回来过，如果是那时候，好想对你说。那瞬间牵起的每秒回忆，每刻场景，让我一直牵挂的依然是你。很对不起，直到遇见了你，从没忘记，还来不来得及听你声音，亲口。只有看到他跌落谷底，我才开心。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不希望被任何人事物打扰。还不赶快走！够了，真是太过分了。艺术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这条路你要牺牲的东西太多。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就算要他死心，也要说得明明白白啊。原来漫画里的心痛是这种感觉，我这算失恋吗？